你可以批评别人，人家批评你就暴气，你就没有逻辑，你就跟人家呛钱。那你除了钱，请问你还有什么？所以这个社会是钱多的当总统吗？钱多的写法律吗？钱多的就是道理吗？你讲这句话，死人了。这个社会上真的不是这样。你就是那种暴发户土财主啦，有钱就目空一切。我觉得你就是台湾版的杰尼龟。婉儿跟廖老大吵架实在太妙了，中老年八加九吵架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健身房现在的收费是非常便宜的，像馆长的健身房一天33块钱，今天买得起廖老大的饮料就可以去健身房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喝廖老大的饮料也是上流社会的人嘛。馆长这张嘴哦，真的还蛮准的啦。对，大家记不记得3个月前吧？我本来是以为到年底啦，但是好像也没有到年底啊。你就受不得批评嘛？你可以批评别人，人家批评你就暴气，你就没有逻辑，你就跟人家呛钱。那你除了钱，请问你还有什么？那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找郭台铭来，你就乖乖的吗？所以这个社会是钱多的当总统吗？钱多的写法律吗？钱多的就是道理吗？你讲这句话，死人了。这个社会上真的不是这样，你就是那种暴发户土财主啦，有钱就目空一切。你讲这个话，我们就觉得是这样。我今天跟你讲道理耶。昨天晚上我问的明明就是，请问你说这些话，你要不要跟健身界道歉？跟你有多少钱？房子是不是租的？请问有关吗？我觉得你就是台湾版的杰尼龟。杰尼龟当初跟你之前你的影片打龟的时候，你也说他不敢面对嘛。那我现在我讲白一点啊，你除了有钱之外，如果要讲道理，你也不敢面对啊，你也就是台湾版的杰尼龟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